首先我们有请的是歌手迪玛希，他将成为甜蜜小孩项目的爱心大使。我们先有请迪玛希上台。来，我们看到迪玛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会场内，我们请迪玛希上台。同时我们有请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文杰为迪玛希授予爱心大使的证书，有请。来，我们请李文杰先生授予证书。好，一起来合影留念。好，我们一起来先合影。来，二位向前看。啊，李文杰先生还很贴心地带来了一个公益的礼物。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请台下就坐，谢谢。下面我们有请人气男子组合 Seventeen 成员徐明浩。